やばいよ、足元、足元気をつけて。ほら、滑る滑る滑る。危ないよ。今天我们要去菜地里，挖一下那个田，然后准备种那个土豆。现在来这边拿点这个稻壳，对对，全是那个稻壳，拿到田里去松土。どこ行くの？あの，快点装，快点装，思想下来。不不不不不，グローブよ。やめて。座り早いんし、できる。よいしょ。あ、ワンちゃんとできるよ。あ、ごう、見て。うまいってな。いいや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8。バオ、これ。これが全部カニやったらな。哦，好呀。哎呀，思想，慢点儿啊，别跑太快了。开着车去的，回来的时候没办法，感觉那个装那个稻壳的袋子太脏了，所以就跟他娃娃两个人拎过来。现在他带着闺女去把车再开回来。我们这块现在是快下午四点了，还能干不到一个小时的活。牛粪，还有30公斤的鸡粪。真的给丢！我老公一看就是一个做农活的料啊。八的一点打了，去干啦？滋的慢一点。你干啥呀？你坐那别动啊！那这田里的土都是粘的。就这样把这个牛粪、鸡粪，然后这个稻壳一起。转在这个土里，给它混合起来，之后再种东西。妈妈，啊？金盆吗？金盆。金盆没有。哎。啊，毎日ここでする？トイレする？哎，你不要来，宝贝。你不要来，这里都是那个湿土。阿妹哪个人？你不能下来啊，老公。老公，俺都脱离了，费没得给。上面是这个发酵好的这个鸡粪，它的肥料肥性呢比那个这个牛粪要好，但是这牛粪松土性比这鸡粪好，所以我一样就买两袋儿。不用下来，弄，你看妈妈脚。妈，坐的，坐个，坐个，妈坐的。
ってなるから、スーがこれでやりやすい。ギューって混ぜる。え？次の混ぜるやつ。立ち寄って。立ち寄って。不要来啊！どこ行くの、スーちゃん。ダメ。ここまでだったらいいよ。な、ここ折って。うん、な、はい、行くよ。うん、寒いよ。あ、かかかかかか。そこあかんでば、スーちゃん。你再不听话吗？真生气了啊！每次一家三个人来种田，就是种点菜，邻家呢就会捣乱，然后我老公就成了看孩子那一个。哎呀，我自己每次都累得气喘吁吁的。哎呀，这边一半呢，基本上，都和好了。我上面也撒了那个种土豆的肥料，买这种假开模的那个，说那个最开始用的那个肥料要和土混起来，7到14天之后才可以种的。我不会种菜，但是我特别喜欢。我老公是对这个不太感兴趣，所以难为他了，每次都跟着我来。哎呦！嗨！聞こえてるよ。听见。うん。でもそじ掘りって。はい。等一下啊。哎呀，平常栽这个都要浇水的，但是这两天天气肯定要下雨，然后这个土也是湿的，就不浇了。啊啊！干啥呀？ウサギちゃん落ちた。你们你哎呀，你跟你闺女啊，就是给我捣乱的。哦，哦，見て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助けて。助けて。等一下。忙了一个多小时，莴笋摘了一箱，摘好了，那边也弄好了。哎呀，老公。畑楽しい？疲れる？うん、あ、自分あまりしてないのに。ちょ、バイバイ。